找刘一家了，坐了最早的一班车，跌跌撞撞奔向你。哦，好累啊！不要一个人哭泣。您的到达时间是早上9点。我们猜猜一是不是在这边？早上9点半，我们就到里斯本了。我嗓门好大，我刚刚睡了一个小时，睡得可好了。来拍一拍你，你真好看，真变态你。Where are you from? We live in Canada, but we're Chinese. Okay. Are you born and raised here? Yeah. We just came back from Porto. Oh, Newport, it's nice. Yeah, we love Porto.这是他们 Jerry 的呢。Hello, Lisbon。你在大马路上打招呼，挺吓人的。你的钱包是我，都是他，都是请着他们做结账。What am I doing？ 有钱姐姐，有钱，他说会好多钱，我说不要乱付。我以为 Lisbon 就是会比 Porto 更商业化。对啊，因为 Porto 我们是到处都。You have a lift for about no, you guys don't have these, right? 这里的人喝咖啡是不盖的，你知道吗？环保，环保。Lisbon 的感觉，我觉得比 Porto 看起来房屋啊什么的更新。我们现在在去第一家吃饭的路上，走。挺想吃这个的饮水鱼炸的饼，我就吃这个了。你只吃一个那个。Two cards. Chicken one chicken.老牙特产这些，看了，哦哇，给我糖尿病吗？这不是我手上的饭吗？你看一下，它是把土豆和饮水鱼就是感觉搅吧在一起，好吃，这个真的好吃，这个一定要得用手吃才带感。Hello， 大家好啊。How do you say hello in Portuguese？ Hola。Hola。Same as Mexican, Spanish. Yes. Thank you is for the female is obrigada. Obrigada. And for male, if you're talking to me, obrigado. Obrigado. 这个不是海，它是个河。哇，好漂亮。嗯。From here, you can go to the Almada. Do you speak English, French, we have Korean, or Chinese? Yes. No, we only have four languages.花朵代表的是一种葡萄牙的精神。你看这里面都放着，到处都放着那些吉他。Por teu livre pensamento, foram-te longe.这个书就是这个配色，真是很彩色的。所以他们这个车是个电车，是他们的黄色的车，因为上面插着一个电。嗯，啊，哦，完美完美。看外面的这个窗户，嗯，要不要喝一杯？两瓶啤酒，一瓶。喝一杯啤酒吗？喝一杯啤酒都行。当然喝了，来，请坐。哎，谢谢你，服务员。来来来。会不会有时候跟我喝着可乐？会会会，我都觉得我可能来一下。开门，干杯！你都快没电了都。开始3天独居生活。哎，有那种综艺的那种秀的感觉。啊，早知道带一个那个相机。你看，刻在上面的那种。韩国疫情之前，大家都喝到早上7、8点。你那天喝的很晚了，我怎么会记得呢？我已经 out 了。我也不记得。
现在怎么十二点你就回家了吗？妈，我是十二点回家了，我就在我这洗冷的店，你怎么今日喝？然后觉得已经不行了。你助理也喝多了？我助理不喝。哦，我就看着我们两个在那边不喝助理。对，好吧哦。吃饭了，这是我 off leash 了，我看见了，我就去把它偷走。Ramio， 这是我们今天晚饭吃的地方，广东的那个海鲜酒楼，就那种玻璃门的，看着非常非常的 local。OK， 我感觉我们有一点点 overdressed。你好吗？我很好，你好吗？你好吗？你想吃什么海鲜？啊，这里真的好有螃蟹，好有那个海鲜酒楼的味道。1、2、3、4、5，它有6国7国语言，除了英文我不懂其他的语言。我们俩卡在这界面，不让我们点菜。我进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刚才刘一家是吃生蚝，还有其他的你们看。海里游的，就是他不接触陆地的，我们都点一个。葡萄，你想喝白的？白的，我也是白的。你想看？会是感恩，这边倒酒也是好爽，因为这是海鲜酒家。昨天我们倒了只倒了那么一点，你知道昨天他倒了那么一点的时候，我以为是给我 taste， 然后喝完了以后我就放下了，他就走了。一发发有声音的那种 garlic shrimp， 蒜虾，萝卜虾啊，跟广东一模一样。你看这椅子，绝了！要点油水虾，好吃真的。我也要一个，妈妈。我给你两个宝贝。好长身体，我的。这个女人怎么吃海鲜酒楼还这么优雅？看着好嫩。你说它是从哪个海上出来的？应该是 North Atlantic。那你说他们这个生蚝是和南法享用一个海域的吗？因为南法的那太腥了，还有吃南法。你觉得我能吃？你吃一口你就知道了。艾玛试口啊，这个离南法大概还有500海里。你的 bigger table。bigger table。哦。哇，我等下帮你看是哪个海。海鲜大酒楼真的是绝了，这个。这就是海鲜大酒楼。今天这一顿吗？ Thank you。 这茄子上面这要敲什么方的螃蟹？南边的那个生蚝，看起来肉很多。我懂你说的腥，就是海味很重，但是不是那种不好的腥。我觉得 ocean 这个东西很 ocean 的味道。哇，好像好吃。The name of the crab, Chinese, English edible crab. 有点。哦，这个好，那可以再点芝麻，素净。我的妈，咋已经喷到我了？就像刚才拍卖地皮一样。哦，我想帮你敲，那你帮我敲吧，可以吗？阳光射了进来，圣光，就是啊，整个哈利路亚。它这个肉好扎实，好咸啊！对，特别有盐腻，咸到明天浮肿。是，很咸很咸很咸，葡萄牙的虾。葡萄牙人应该每天早上都很肿吧？就是大家起来谁也不认识。好吃，推荐，满足，5分。没有人的小酒吧，没有人哦。艾玛说不到2点不回家哟。2点之前我们不能让回家。你们要喝康桥还是？我来看一看，研究一下。啊，我也不能喝小天了。我也是。Oh my god! What? Oh, I don't know. Oh my god!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什么都 OK。 Oh, OK. 这里面有种莫名其妙很暧昧的香气，香气，很暧昧那种。上面有个 passion fruit， 这叫我的船长，我的船长。我有个不好的 feeling， 我的手有点颠，好像。Good morning.
今天便秘了，我体会到了旅行便秘的痛苦面具，好难受呀。朋友们，我买到开塞露了，这玩意儿我从四岁就没有再用过。我们带司机哥哥听周杰伦。What is your name? Paulo. Paulo. 然后我知道你是被禁了音了。周杰伦的版权。进来一个手。Yes. 李荣浩会被 cut 吗？ Wrong house. 我们现在到了宫，什么宫呢？这个宫是什么呢？费纳宫，在西班牙皇室的一个宫殿。对，就他们里面有厕所。说到那个皇帝，他们的那个皇帝是个 artist， 我就觉得好。中午在哪吃饭啊？饿了是不是？你觉得我饿吗？我有昨天的晚饭，前天晚饭都在里面。费纳宫门口喷香水。哎。哎焦掉了。如果我今天排出来了，明天还有便秘的可能吗？也是。颈椎下面那一段，是那个便秘药已经在发生很多，到两边都在往中间。对，然后只要门口那个闸一开，下面就到处打。掐指一算，厉害了。便秘真是深深的困扰我。天哪，公出来了！到了吃饭的地方，income。姐姐，你累了吗？有累。我们现在来到了呢，欧洲大陆的最西南角。刚刚我的肠胃发生了一个地道战，后面有追兵来了，前面呢有其他士兵，他们呢就在中间被两层夹闸，终于呢通了。此处应该有掌声。哇，我现在重生了，我太开心了。你知道我怀孕那会儿便秘就是特别严重，然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上去厕所来，就是感谢世界，真的感谢所有人，感谢这个世界给我的幸运。太感恩放在这个地方，让我有这个，让我这样有这样子困难，并且克服了。因为你刚厕所好安静，我在试图听你拉屎的声音。我这声音没出来，我说如果没拉出来呀、啊？不是那个宿便排出来不是很臭吗？哦、然后我想说，太尴尬了，我第一次跟瑜伽住就这样，然后我就拿出我的香水，啪，至少也有，我怕这会一扫进厕所，我也喷了香水了。不可能致力于研究各马桶的一二三十。你在上完，你可能就是你还可以酝酿，还可以再来一波的时候，你上完立刻冲掉，它就不会有。啊！来，早上你说，上人解酒药。啊，没啥药，没有。手机忘了带了，上来买了个手机，然后重新开始。今天我们下午四点钟才吃了晚饭，所以呢非常的饱。看呀，这个气候还是如此的好，和五分钟之前一毛一样。Can I get a glass of white? 上一次带大家看尼斯的海，这一次带大家看里斯本的上空。Yes, this is my home. Welcome. This is my garden. 挺新鲜，它是街上的。我觉得我昨天来到过这儿。OK。红格子餐布吃那些，虾呀。对，就在那个一个小巷子里面。你有什么想法，瑜伽小姐姐？瑜伽小姐这一次都不选餐厅了，因为她不想要搜选她吧。Waterfront。我们现在很喜欢歌里的这个车里的音乐，就忍不住就开始就是那种脖子一定是前后伸的。
是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小百科，加上人形地图，加上大脑风暴，扛起我们这一组的 IQ 的伊萨。Do you live here now? Yes, I do. 这个 factory 做什么？我们以前1840年的时候是做那个羽绒纺织和服装的。1840年你没出生，你怎么会知道？ My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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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father was here. Okay, I'm actually 8分之一 Portuguese.一个英文书店的，那是一本工具书。Ramiro 是我们那个饭店，好像。对啊，这16名，看第一名是什么？你看 ，Most Famous Seafood Restaurant， 我刚才是看到这个了。你们看，我刚刚买了一本书。我本来是想要买那个里斯本有一个葡萄牙诗人国父，叫做路易斯德卡蒙斯，就这个人的诗集。后面那个小姐姐给我 recommend 了一下 the collection， 就这些都是葡萄牙比较有名的诗人。一边葡萄牙版本，一边是中文版。我打算明天早上看。产学才有的一个特种，是你是法式吗？是这个 tapas 上面有肉，香肠看着特别好吃，试一下这个 sweet potato 先，是蘑菇，好大，哇，这个太好吃了吧！你看着，可以吃的，我终于在晚上，谢谢，满盘子。香肠好吃，它就是蘑菇，下面也是蘑菇。我以为下面是葡萄牙蛋挞，结果是蘑菇哎！我遇到了，好大呀、啊！蘑菇特别烫，旁边煮的很香。蘑菇虽烫但是好吃，也不咸，虽咸但是很好吃。嗯，咸。这什么？dates 跟那个葡萄牙的 ham， 甜甜酸酸的东西。对。还有加一些什么 cheese 还是什么？准备说，好好吃，得配酒，不然的话就腻是吧 ？Cheers cheers， 连水都没有了，好可怜。大家好，在里斯本的最后一天，真好快哦。是的，最后一天我们睡到了中午12点。今天早上我的身体全部都通了，我来例假了，提早了5天。眼皮提拉神器。用这个视角来看看你做的护肤，我在艾玛这试了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哇，真的好快啊！超快的，你看我经常跟他玩，就是，哇，真的好快啊！你看旁边的 GTX 都不敢讲话。这是我的防晒打底，而且是给敏感肌 Darfen 的这个。薄吗？油吗？润色效果。哎，好看耶！拿走。哎，什么都让我拿走，我就问他说，这个什么牌子，是干嘛的，拿走。他甚至不告诉我它是什么。我的眉骨这边长得高。哦，我也是两边不对称的。我看你很对称，你是，我有个眼睛不对称，我有个眼睛是眼角比较下来。啊，我懂你的意思。嗯，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我的那个小助理，他说他每次给我修图的时候会把我有一个眼睛往上拉。我说哦，是吗？Interesting。我点了一杯卡布奇诺，上面放好多巧克力粉 cinnamon 的那种。try 北温的朋友试一下。我是北温来了。就很奶的那种咖啡，和我们那边的比起来没那么的浓，没那么苦，淡一点。瑜伽送我的刷子，攒了一年了，真的两年，快3年了。超想用这个系列的。Picasso， 这是不是在韩国很火？哦，对，基本上化妆师人手都是这个刷子。好软的，是，就很爽。好软的，我都不敢大声说话，怕吓着他。我在化妆间，就是那个时候化妆师老师给我用的时候，我就闭着眼睛，我想要干嘛？一睁开刷子在我脸上扫。真的没有感觉，但是又很舒服，又很想睡觉。有什么就是哑光的口红吗 ？Pin Up NARS 的，还有这个玛丽黛佳的一个，它是那种裸色，就是裸棕色这种蓝光泛蓝单色。哎，这个是很好看哎，哎，美的，好嫩好嫩。明天就要走了。我改一下。
啦，我们准备好啦。瑜伽小姐姐好了吗？嗯，我们是一样的嘴。这个是个什么牌子？我为什么第一次看到？那儿，你用 Slash， 我叠了两个了嘛。你叠了另外，马丽带加层次感哦。我们现在去做一辆啾啾车，学瑜伽的发音方式。去 Time Out Market， 我觉得这个好看。好，葡萄牙的啾啾它有两种，要不就是点到点的 transfer， 要不就是你可以租它到下午，对，然后还可以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昨天的保罗，对，兔兔版保罗。去哪个地方旅游，我们的司机全部都叫保罗，因为不管他叫不叫保罗，就是打电话叫个保罗来，对，带我们出去玩。听说昨天保罗自己放了五月天是吗？但我们睡着了，自己放了保罗。我有的只是在梦里迷迷糊，怎么？对，五月天呢，强行灌输中国文化。感觉我们昨天睡觉的时候，车里面吗？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人拍，只允许你拍一走，不让别人拍。我遮住了。Hi. People call me the Johnny Depp of detectives. 啊！我们要出发啦！我们要不要系一下安全带？系上吧。你们有没有看起来挺猛的？对啊。Do you have a bag？这个人缘真的好。One rule. Try to catch a table. Because sometimes we have the dishes. And then we don't have any table. 走。Right.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以为车会开到飞起来，没想到堵车了。对，太像了。Crazy ride. Oh.社牛还在那儿缠缠绵绵，金钱交易。20 and 10. I'm on market. 走，走走。Hi. We're gonna go inside. Take away. 你们要 cinema 吗？ Cinema?我不要，No cinema. No cinema. I can do it for you. It's cold, but for these two places, for four places in town, and you can keep all the sessions. I got it. I want to put it in the place. Thank you. Okay, four water, four water. 这里真的好干，因为这里经常发森林大火，对，就是空气里弥漫那种干干的。睡到半夜会被扫好干净，对，我们俩起来就变成40岁的老头了，真可爱。真的人满为患嘞。OK， 我的责任是先找地方坐一下，占座中。现在找到一个四人座，非常开心。是像是一个 food court， 你可以吃到不同的葡萄牙的小吃。这个是烤乳猪，这个是那个 sea bass 软盖，这个 risotto， 这是 avocado， 有一个很淡的奶。我以为 risotto 都假生的，它是一种皮，好好吃，真的，咯吱咯吱的猪皮声。他们这烤乳猪是不是挺出名的？嗯，就这家。哇，这个好有食欲，感觉那个肉挺嫩的，对吧？明显就淡一些，这个很厚。我吞口都是第一口，就这么说。然后就吃两口，我饱了。我说我的肉不吃了，腻了。哇，看这么有精彩。嗯，它这饭熟了，终于不夹生了。这乳猪上面脆，下面嫩吗？这一口皮，这皮超好吃。推荐没有哦，烤乳猪真的这家店不错呢。你有吃红薯吗？有，我就这样站在一块吃的，对，很纯的红薯味。看来这里没有很雷啊，就是好吃的呀，除了环境有点值得来。西冷牛扒，有点生中间，颜色好浅。我没有吃到这个酱料啊，我觉得乳猪最好吃。桃子，咖啡是吗？对，这个呢 ？Oreo。
好吧，沙丘太好吃了，好吧。你在选桃子还是选沙丘？沙丘。冰淇淋干杯。哦，试一下这边，我这边是盲点的。我觉得我刚刚可能没说清楚，我本来只想点这一个，后面弄完了以后就又拿了个 cup 说还要什么，我说我只点了一个奥利亚。我上期对焦真的很慢，每次是录半天发现根本没有对焦。是啊，然后浪费了情绪是不是？奥利亚是我最喜欢的味道，甜美，然后两个手点一下手。嗯，奥利亚里面有饼干。嗯，咖啡的也好好吃哦。啊，那好。大家情绪突然都起来了，这个假的可以。你说你现在理解到我为什么到这么热的地方要疯狂找冰淇淋吗？咖啡味的很像那个 avocado 上面的那一个球，嗯，有咖啡味浸泡在里面的感觉。哇，我这用词好高级。我吃到饼干了，冰淇淋，还有。Last move。Today's wonder of the time show. Hi. Okay. 我看他炫一盘饭。在等咖啡中，然后来了一个外面景色非常好看的 rooftop bar。好像跟多伦多味道差不多哎。会出来。这冰不冰？我觉得他们是这边的。对，感觉我们那儿的牛奶的那牛啊，就像是做过运动以后，这体脂都很低。这儿的奶可能肥肥美一点。我喜欢你的形容。然后清心寡欲，每天要做冥想的。韩国有没有像什么和牛那类的？有，就是韩牛，啊，跟和牛差不大。也是国产的牛肉最贵。那他们饲养也是要比如说天天喝啤酒。喝啤酒吗？之前不是有说什么神户牛还是和牛我忘了，然后就说他们要喝啤酒。我备忘录里存了一句话，叫做一只开心的鸡它的肉还也会特别好吃。那现在要出去吃饭了，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顿晚饭，里斯本的最后一顿。我们打算跟刘瑜伽小姐姐喝到不醉不归。Oh my god， 我到了这家店 Solo Dos Presultants。哇，那个后面又是那种酒楼的感觉。哦，对，这个是很酒楼。哦，这好大龙虾，还有蓝色龙虾，有一种来自喜酒的感觉。大白的。这个配酒应该很好吃，这个很好吃，这个吃法看着就挺好吃的。好吃吗？好喝啊！哇！我晚上。Obrigado。它螃蟹会有那个黏黏的，像是骨髓之类的，软软的，那个还挺好吃的，有点像糕。哇，这沙头里的糕，卷银鳕鱼海鲜，这也太细了吧，有点像粥啊。Game of Thrones。第一个词假声。好吃。我们吃完了里斯本的最后一天晚上的最后一顿，就特别开心。谢谢老板请客，特别开心。感谢老板，跟老板混，有酒喝。哎呀，不要搞我一下，没法录了。他下次不敢这样。You happy to have us? Yeah. Why are you happy to have us? Explain. 我必须要回去一下洗手间。怎么会有一个旅行三个人来姨妈？这是什么回事？三个人录 vlog 加来姨妈。你知道你第一反应说 full house 的时候，我在想用什么牌可以赢过你。我们要做
哈利波特里面的在非常窄的巷子里开的试车了。下一个视频再见，一二三。